网友大家好哈，今天版主又来啦，哎，又来去参加这一次的一个预展了哈。那么我们快速的预览一下，这个收藏呢，除了逛地摊以外啊，可以参加一下这种拍卖会的预展。那么这个拍卖会的预展呢，可以让你提升眼力啊，因为现在地摊啊，假货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你要遇到一个对的东西几率非常低，所以呢，版主非常喜欢逛类似那种拍卖公司的这种预展哦，啊，那待会呢也会上手几件啊，那个跟各位讲解一下。来盖小姐的，那的红哥。哦，专家盖小哦，这个是哎，李朝的一只白釉的大碗哈，哎、哦，呵，这一档假泡米，介绍完毕。这个李朝时期啊，哦，不单单只有青瓷，也有这种白釉的，啊，这件是李朝的白釉的一个碗哦，茶碗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开片痕迹。啊、哦，有一些开片的痕迹。那基本上我们判断是不是老瓷器呢，要看它的这个釉啊，这釉面的这个老化迹象啊、哦，下去做一个判断啊。好、哦，包括它的这个釉面啊，流淌的现象啊、哦，来做一个依据的。哎，这是一件宋元时期的龙泉窑的一个大碗啊。那么版主更认为它是元代的啊，里面有一些画画，为什么？因为元代它的这个龙泉窑属于外销品种，那以元代人的这个习性啊，喜欢把这种碗盘做的比较大啊，这碗盘会做的比较大哦。那一样啊，这个还蛮适合拿来吃东西的哈、哦。那大略看一下这个碗壁旁边这里有那个窑砧哈、哦，窑砧，这个胎也是非常的干扰哦。宋代的这个东沟窑啊。啊，这类的瓷器啊，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有做过金扇的处理。这东沟窑基本上它的颜色比较偏那种绿色，哦，它是有一点属于绿色的品种，也可以称之为青瓷啊，哈、哦，青瓷系列的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做了金扇处理啊，然后也修过，哦，类似这种。中国早期的这种橘钉啊，哈，橘钉修复，那来看一下胎，哎，这是一件辽代的绿釉提制盘口瓶的哈，来各位看一下。这种盘口啊，它年代就会偏早、哦、那么有一些是后代仿前代的，就是模仿的，像是一般来讲明代啊清代啊，偶尔都会出现类似这种盘口的现象哈、哦、它是一个时代一个特征的一个造型的哈、哦、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画花的图案，我们来看一下瓶口，来各位分辨一下它的这个胎质到底有没有干扰啊，然后整个烧造的这个感觉啊，有没有达到那种老化的现象啊，啊，包括它的开片啊，还有这个胎啊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它旁边呢，这边有写了一些
不知道是什么字，啊，版主也看不太懂。南宋时期的这个双耳瓶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首先我们判断一个器型要先看它的造型，这个瓶子非常的小小巧，非常的可爱，它上面有一些开片痕迹啊，啊，这瓶子看起来像是出水的，因为它这个釉面啊发闷啊，来看一下它的胎啊，这有一点像香灰胎的感觉哦。来，这是一件北宋定窑的刻花哦瓶的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一件哈，来看它的瓶口，再看它的这个刻花的这个工艺啊，有没有达到定窑的水准？是不是流畅呢？啊，然后呢，再看它的这个釉面，有没有像类似定窑的特征那种泪釉的感觉？像釉啊，鸡釉出来那种泪釉的感觉啊，这都是我们判断定窑的一个这个依据啊。啊，底足比较明显一点。这是一间明代的这个玉湖村啊，哦，霁红的一个瓶子，那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古代流传的一个术语啊，要想穷就烧红。啊，意思是说啊，这个只要烧红了，啊，就会比较好卖啊。那实际上呢，版主啊，每次看到这种红釉，都觉得说实在是太漂亮了。但是每次看到的都不是很倒带哦。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一件啊，这个瓶口啊，这个蛮多的窑簪。感觉很像是窑址货了哈，窑簪。那看一下底足，这个约莫窑具还粘在上面，可能搬不下来了。对，还有匣钵啊，还在上面，跟这个玉湖春瓶做这个粘连哈。哎，宋代到元代的一个饮清四系的盖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盖子还在啊，先把盖子啊摆到旁边去，看一下这一件啊，它这个有四系四个孔洞，哎，穿绳子作为佩戴用，来看一下它的釉面啊。感觉还不错哦，再看一下它的胎啊，OK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瓷器教室啊。那么版主呢，这一次买到了一件龙泉窑的大碗，哎，那这个龙泉窑呢，它有分很多个时期，很多个朝代啊。那这个版主页之前都有介绍过，所以不一一的讲解啦齁。那这件呢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造型长得很像明代的鸡心碗。哎，那翻过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它的底足非常的小。然后呢，旁边做这个莲瓣啊，非常非常像明代的鸡心碗这个造型，非常有味道哦。
那这个龙泉窑呢，基本上它蛮常出现那种火石红现象，哎，就是它的圈组上面一定都会有火石红，比较少碰到没有火石红的，除非它的胎啊是非常的细白的那种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旁边啊，也有做这个旋纹的造型，哎。里外都有花纹哦，感觉非常的有味道。各位如果收藏瓷器啊，经常会碰到一些瓶颈，甚至当你要踏出内部的时候，或者是你想要收藏一些更高档的瓷器，往往都会不小心买到了赝品，甚至不小心买到了仿古、哦、高仿的一些瓷器，那么千万不要灰心，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你会一直不断的轮回。当你要踏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你买错东西了，你会回来玩一些民窑铺品，然后再去踏出那一步，这就是不断的轮回、哦、那么我相信有很多的那种古董店的老板，他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！希望各位藏友不要灰心哦，勇敢的踏出那一步。买错东西，持续收藏，兴趣不减。好、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